疼的。有一部分人呢，他昏迷的比较深，这时候恢复起来是比较困难了。但是有一部分人呢，其实他的意识水平已经到非常高的状态了。这时候呢，我们只需要给他用现有的治疗方法，给一些电刺激、磁刺激啊、药物啊，或者一些训练的调整，病人就有可能得到恢复。根据病人的不同情况，会选用不同的诊疗，诊疗的方法，总体的它的促醒率呢，能够达到30%左右。